道歉，道歉，道歉，道歉。毒手假意让远景搜车，其实他早就想溜，发动引擎撞上安全岛，加速才短短三秒就撞车。有请。听出来。毒虫狼被落网，这时才痛的求饶。远景为了拦车也受伤，赶紧请求支援。会使看卖无？好，没问题。来来来。嘉义警方当街缉毒，嫌犯一开始还大方让远景搜车，态度从容，以为把毒品藏在烟盒里不会穿帮。一看见远景搜出安非他命，立刻心慌，加速落跑。我第一直觉反应就是上车要抢他的钥匙，他快撞上安全岛之后，脚就马上缩起来，然后防止夹到。汪姓远景一看见毒虫想溜，立刻钻进车内拔钥匙，右小腿被车门夹伤。他回想，因为当时还是庆幸自己反应快，要是再晚一步，小腿可能会被安全岛夹断。冲上了这个安全岛，撞上了路树。那另外在他车上也有查获两面那个失窃的自小客的车牌。警方除了在车内搜出0.39公克的安非他命，还找到两面偷来的车牌。毒虫据盘查，还冲撞远景，罪加一等。记者侯国王佩如嘉义报道。